跑步一下。不是你找错，之前聊好几个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男生高过的女生。为什么体育班可以打那么多次？一直有，一直有的。他今天只进入决赛战，那为什么一直有？你说只要打到平手就？是吗？没有，一直打一直在打。那为什么神我就没了？因为只要输了就没了。你要等那场结束的。Thank you.
下一场就开始了。那你开玩笑，你真的要鼓励我？对啊，我都别人跟我开玩笑，我都很对别人跟我开玩笑，我还是很认真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有点呆。你要再近一点啦。不行不行，我用4K，我用4K，也就是说1080的四倍，所以我不需要拉近了。啊，我不需要拉近。对，我不需要拉近，我回去后期拉近的时候就很高了。哎，你不是？你不是那个剪头发了吗？啊，你怎么来用这个？啊，这是我的兴趣啊，这是我的兴趣啊。怕老人干。我想要把这个当成主业嘞。老人干，真的会干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想。杨树也是这样想的。哦哦哦。要给我点时候啊，谢谢大哥。那个是另外一台相机的锁定，锁定就会呈现黄色，所以代表它被我锁定。那你这个是要干嘛？啊？你知道要干嘛？放在那个、啊，北星啊，放在你的部落格。为什么要放在？这是北星的粉丝专页，我创的。帮他们创。好险我都没有去看。好险。开玩笑的，你可以去看那个表演啊。那个蜜袋鼯怎么样？不想看、啊。拍那个我里面，因为他最近自闭症。对。这个货是他有一次拍的。啊？是照片。对啊，他躲在里面的，他吃东西也躲在里面哦。平时换大一点。我觉得到时候要自杀。因为他一直不理我。他只要吃东西而已。他比较晚会才会出来，而且你东西要换大一点。他、啊、为什么刚开始？然后他都会一直出来，他怎么现在越养越不出来？要把它多多拿出来散步就遛一遛就好了。那个是那是沈玉文吗？对啊，沈玉文。哎，是假的。哪一个？欸、我那我看一下。你要锁定他。没有，你像变态。没有，我要用放大特写。你这很像变态。他是我的。得力的员工哎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做不懂。他现在国中生就会剪头发了，他很强。我做不懂，你教我，我也会啊。只是剪真的吗？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！你剪女生，他剪男生。我在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啊？不会染头发。你不会染头发？有练过啊？就是小段时间。他觉得太辛苦了。没有啊，是因为上学。哎、啊，我不觉得我要上学。啊？我要上学。我要上学。难道大家一直在想？那、啊、你我编辑一定有一个写青年学生对我很不熟的。我妈以前要做那个，她叫我爬。哎、啊。每一个人都有做过，但是都没有坚持。然后，
这个很灵敏的，八。喂，喂。你刚刚在那聊很久哎、欸。真的假的啦？那我可能要放音乐了，要不然都是你的声音。好了啦。看他们头的旁边都，因为每个都是焦点，然后里面都是我们。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。我起，还在收音。那我们把声音录进去吧。
吗？那为什么会终止？看书啊，我说哈。这样决赛了？没有，最后一场了。不要乱讲话。很久哎。哎呦，我怕我，我不知道损失多少钱去了。快比哦！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可以把兴趣当成事业。哦，好，对对对对对。不然就养不起了。事业就好，不然到时候就赔光光。你们听到赔光光？哎哎。超白目。现在几点？现在有白目吗？哎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三点多吧。看你们打电话。
下礼拜二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几点啊？对啊。没有，赶紧的，我要被。
为什么你叫的有点像那个，有点像阿佩的声音。他不是很多，八年级。把它弄掉，因为会来不及。对对对，我怕会来不及。要拍的。这一定要拍。不一定啊。可以决赛。就那个手就踢起来就可以救了。为什么一定要拍啊？因为我是经营那个粉丝专业，然后不是就是要那个在问他，不然没东西呀、啊。连哥扫地这个还是他有，他刚刚就是管那个门口的。他每次都说，哎，这个太远，太远了，这都不拍了。你有拍他了吗？很好笑，然后每次都要走的时候来跟他说拜拜啊，他说你每次都没拍我。积分的也被打到。你现在谁先领先？还有啊，我们班加上了好久，我们又赢了，所以我们要跟他们班比了。那你就是整看谁第五名，对吧？不是第五名就是。我们班今天那个抽球的都很不好，我们扣球都我都没扣到，我也没扣到，我今天只有一搓球而已。有够热，不知道干嘛。中午是睡到热醒的协议，没有睡到自然醒这种。哎，你们班女生，你们班女生好像很强哎，为什么感觉打好多场哦？你们班女生啊。哎，这个看起来超模糊。因为解析度很高，好不好，先生？可是为什么是一条线一条线？他在录而已啊，那个只是给你看有没有怎样、嗯。没有啦，这个是有那个。借故。你可以问一下，他那个是有，你没看到人有被框起来？有啊。你想说人为什么这么小，要排什么的？不是我说，你这样怪怪的。他们谁先领先？Thank you.
他们只要走过来会的。你看我看看啊，没有吧？对，是的。关掉。老板在看来没有在算，我关掉。哎，有。对。对。你那个，你那个 OK 的你啊，那个打烂下他超大力的。我今天做到好漂亮，今天早上五点，然后睡一个小时，七点就在醒。其实我今天早上也有比，我今天哪有比？真的，没关系，你有拍到这些应该就够了，因为还有季，还有五六。礼拜一也有，为什么？礼拜一没有，礼拜一要去看电影呐。这礼拜一，这礼拜二，你有比什么吗？对啊，比什么？应该都用这个比完就没了，这个没了。这个比完应该说已经没了。那为什么可以这么？这是哥哥，关门吧，那一条都瘦了吧，觉得今天舒服吧？我看你这差好多。关门吧，可爱可爱的。可以啊，蛮可爱的。对啊，你看他们有穿运动外套。十号要上什么吗？十号哦，我们班女生谢欣宇那个身高真的就是个漏洞。我们班女生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十号是要不要上？厉害的不知道怎么打，输了。靠啊！我这里靠什么？他们在打。十号不见了，在那边呢。哦呀呀呀，去了！靠呀！啊！那边，楼梯那边啊，他是。这个是日本人。去拍十号。哇！可以。哇吧。嗯。你的标志。对，标志。对，他是小白，我靠。你看那都被太脏，人家清掉吧。你全都头发哎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都谁？你都谁？大大的飞。对。你去哪？我说你去哪？去教室啊，你把老师手机接。对，而且我是他的妈妈。然后锁在铁柜里面。BB 处啊！你见了吗？见了。我看，我今天好像有一个课。学校啊？学校吗？什么学校？你要学校吗？对，十九班的新课。你平常个人都学校的？对啊，而且不稳定，有可能没正。一个月都没有，甚至两个月都没有。怎么办？那就这样，就是靠洗车。靠外面的人没有。没有给你。没有，因为我只有认识这些，我外面的我没有认识。反驳派，那个身高真的是太可爱了，他比我身高还高。我们已经打进三班了。在那边不是吗？那边的。啊，你们明天还要比？没有没有，明天等下就比完了。还比完。他们这个是冠军嘛？他们这方应该是三四名。所以你们要比到什么时候？我等下我们班跟他们班要打5-6名。所以你们还要打，一直今天就要打。应该今天就打完。看他要打几点？打一下就完。我想去吃。来呀，今天。可是我上面是太，还没很厚，交给上面打。
方。如果你这一盘想要弄死，你把这个树炸掉，你乱看，那是给另外一个人乱看，所以就很乱。我说看的有规律，就方向。我说边那个树看变变变变，啊，一般人家变变变变，他就跑，对啊，他就有乱看，他就乱卷，他会卷，只是没有方向就错了。他如果方向是对的，他觉得岁数有点小，那这个就乱翘。就会乱翘，而且风吹也会乱翘。哎呀！看啥也乱翘。那我超讨厌，你小组跟你一起在那，他妈的真的都傻了，我超讨厌这样，我就。到第八节一定会比我们，我们一定会比我们，对，我们还要上场，对，更会了。接球，一堆钉子，全部装起来，一百三十分钟。分掉，没分。然后，没有，好厉害，网络打，五万就没了，不强。啊？可是，他们还可以打五六秒，我觉得还蛮神奇。他们是懒得打，然后就散场。一跳，就是啪啦的。我们女生还抓到种子哎。平常打的感觉都接都出，对对，没错，比赛都已经出。最好去中继那个别人多夸张，我看到前面两个拦截扣时间下去就没了。去你们班没有七天扣时间？我知道外面跟人家打。就是你们班默契嘛，就是你们班默契的问题。默契是还好，对啊，还有紧张，很多原因啊，很多原因。一紧张他们球就很多因素了。头发都头发，他也不是做头发，头发一大堆。然后我们打到。对，我要去签车。我刚也发了多久啊？你签车了？弹头先生，弹头先生，要走了。Yeah.
喽。它上面是不是太短了？你哪有很长啊？哎呦，他们红辣椒进场哎！啊，你们怎么没有？我想去。你们十一班怎么没有？啊？说你们没有。放债啊！放债！放债！
谁讲的？我变紫色了。谁讲的？谁讲的？你讲的。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你来学校啊！你不戴帽子？那是前天，昨天，前天啊！昨天吗？对啊，你在头发旁边就露出来紫色，想说，怎么都变紫色的？怎么看到学你的？学你的，学你的。哪有？明明就田中远，学你的。哦，田中远对，我都没染发哎。哇，你好帅哦！喂，更糟糕。喂，你在录哪边？没有，老师在录他们自己。哦，这个歪掉了。哎，不要！我是故意用歪的，因为这样才可以拍斜角。就是我是要对准那一角和那一角。哎，我不是要对准那个中间啊。对，不是。你是要全场都掌握就对了。对。然后回去再后置，再拉来拉去这样。好酷哦！怎么办？我有点累了。我昨天整晚没睡。为什么？毕业影片今天要赶出来，我没有赶出来，我就马上过来拍这个，然后没有把影片交出来。那你今天又没得睡啊？对啊，今天没得睡。今天我晚上的时候要把影片交给主任，去他家。阿曼昨天去，你要去主任他家？因为他今天交不出来了，晚上才能交出来。哦，他昨天毕业影片拍怎样？好玩吗？很好。然后昨天国文课两节翘课去，然后现在靠空表演。喂，真的？然后主任跟那个神教在我前面，他们两个背对我，都一直没看到我。还把这臂章拉起来，没有？只要一拉起来，没有人看到这个橘色，没有人觉得我像八年级。对，你一看就九年级，要不然校外人士。老有老的好处，老有老的，真的啊！哦，混入里面每个人认得出来。你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，最近没有活动。说那个跑步那个，应该我要到七月才有空。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。你要玩什么新朋友？因为我有一个员工已经走掉了，然后我必须要一点点的大动作。现在要把力把劲，现在要攻女生市场，需要攻女生市场，需要一点时间。哎，女生几乎被我抓进来都烫过，因为他们比较有钱。女生剪头发怎样？5000块没什么变动，男生剪头发怎样？100块而已，变什么？
没办法，很现实，就是美发真的还是女生的天性。先研究活动啊，三楼啊，那我们要是啊，新北市董事长下来做北新参访啊，然后真假的去啊，北新参访会不会代表？啊，校长在参访的那个行进中安排我的部分，在那边介绍我作品。哦，你说那个你的机器人吧？是啊，他那边创作啊，18个董事长这样围着我在那边讲话哦。我还讲个粗话来，而且我中间没有中断哦，没有断哦。啊，其他那些上去讲的那个有演讲稿有没有？全部都断掉，都忘记。总觉得我厉害多了，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东西啊，不是用安排、用演讲稿基本上都来做。嗯，来。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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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Yeah.